由昨日晏晝四點去到今朝凌晨，就係我哋確診咗108宗個案。已经疫症咁严重，仲出嚟累人，支持警察。仲搞疫情嘅大爆发啦，一啲责任都冇，搞到啲疫情都制止唔到啊，真系可耻啊！对唔住所有嘅市民同埋医护人员啊！港独派唔顾疫情严峻，仍然喺多生事端，又一次证明佢哋只系想揽炒香港同埋香港人咋。呢啲咁嘅情況咧，如果持續再落去咧，其實個檢疫中心咧係唔夠嘅，醫院都未必會夠啦嚇。香港嗰個醫療體系就好容易咁樣會崩潰嘅嚇。咁所以我哋都要大家齊心咧，就盡量留喺屋企啦。如果冇乜嘢咧，就盡量唔好出街。